大家怎么是希望天堂二革命？没错，天堂二革命呢，最近更新了一个新的职业，也就是所谓的全新的种族哦，半兽人。本来不是只有这三个吗？然后这次又更新了矮人。靠，还没出哦，我应该还没出啦。不过没关系，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事前的介绍好了。我们先进入一个游戏哦，我其实很久没玩了。那我们先登录一下哦。好，这边可以领一下回锅奖。我基本上送了蛮大的。我们去把主线解一解哦。好，这边我们先把信箱给领起来。那我们看一下送他什么东西哦。自动清唱啊，我们就把主线解一解。这是我们可以把信箱奖给领起来。哦，对哈，我们先讲一下重点啊。我对他有休息奖。哦，那这边有全新的坐骑哦，脚踏车。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这边有这个特别的圈套活动啦齁，也是送蛮大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脚踏车是什么。好，这边齁，就一台脚踏车。或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台脚踏车。这你可以一键删除。你看这边都有在玩，全上这些还蛮好玩的，它可以一直去管理，就是你可以随时管理。然后，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坐骑好不好？这次呢，天堂二革命呢有新增了一个脚踏车的坐骑哦，非常酷、哦。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很像在商店哎，等我一下哦。就像周期算是非常猛的大作了，在很多国家都有非常亮眼的成绩。奇怪了，我的坐骑怎么不见了？我在这里。那这次改版呢，就是新增了一个脚踏车的坐骑。嗯，还蛮好笑的，快笑死我了。哦、嗯，就是最新改版内容啊。哦、嗯，那这个不是重点，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好，更详细的。等一下，我们先把主线解一解。好了，我现在介绍哈。好，就是这个新闻哦，就是最新的更新资讯，主要就是有所谓的脚踏车跟学生的制服，那你可以看一下全新的时装哦，哦，就是学生制服，开学要登场了嘛，那还有母亲的绣花鞋，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半兽人的事先登录哦，就是全新的总的半兽人已经即将事先登录了所以大家可以是去这个做一个事前的一个登录哦。好，那重点就是有这一个新的脚踏车。那脚踏车的部分的话呢，我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好啦，想要回顾一下就来玩吧。我们今天这集影片到这边结束了，记得帮我点个喜欢，也可以订阅频道。See you， 拜拜。